应该还是有一些都可以的。这一段是不是中国这个问题？这个是我今天来的重点，我也认为应该的。你们既然知道，我要跟他讲清楚。那你像我在台湾某个评商啊，我不清楚。他不会做文章。了解他。你是不是我常哥？他是正的，知道吗？不是，我明明就是。哎，到了！哇，有前面，还是去干妈先炸，不给你下家伙，不会。我给你两本书。OK。一本是郑文龙写的，这本是他原来是我们台商协会的理事长，我现在兼理事长。第二个是我们前年到美国考察访问了17天有关台商。OK。所以呢？有23个作者，其中11个作者是非法律员。OK。所以陪审团其实就是有很多非法律员的成员。刚才我有听你讲话。我们把你的那个学历，抱歉啊。OK。不分介质，个别计算，对，因为是个别计算，是吧？每个独立的，就说他8年是个别计算，那并不得连任，所以他可以规定不得再那他只要个别计算每个8年，但是你要知道，人生有机会，能够再任或再来8年或4年，对，不见得这么容易，这是因缘巧合，偶尔可能有人可以做到。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我对这个违宪，我不认为有什么违宪之意，纯粹是观感问题。就是说，包括许宗力自己当年，原先在还没有提名谢文彬之前，在蔡总统争取的任期，他当时就在质疑这个说怕有人借这个那就说果然只会借这个出事，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么。现在请高教授施博发言。院长，我们在场各位委员先进哈，那我们各位在场的学者专家哈，今天这个也很荣幸哦，有机会来大院参加公听会哈。那因为既然院里面对于开这个公听会有一个宗旨哈，是希望审慎的行使同意权哦，所以召开这个公听会哈，我想我分3点哦来跟大家请教哈，那也请大家这个能够指教哈。这个第一点哈，我想这个可能要抱歉哈，我
我也讲较直接的哈，就是可能也许这个不是那么重听哈。第一点，我想对我们院里面哦，人事同意权呢，尤其大法官人事同意权的相关的审查制度哦，能够这个表示一点意见哦。那第二个，我想跟这个立法委员先进哦，可能个别可以做一些报告哈。那第三个，当然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被提名人，尤其是许宗力院长哈，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建议哈。我想第一个哈，对我们院里面的审查制度哈，既然是要审慎的行使相关的同意权哦，那我当然说一句比较可能刺耳的话哈，我们现行的大法官人事审查哈的这个制度啊，可能还不如另外一位也很重要、同样重要的司法人员哦的审查方式。好，同样是由总统提名、立法院行使同意权的检察总长，好，他事实上可能还要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啊，现在应该是司法法制委员会嘛，哈，经过审查以后，然后审查的相关的意见还要做成报告，在第二关到院会来。好，那现在我们大法官的人事审查啊，我个人认为是还不如检察总长来的严密。好，那有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如果各位委员先进拿到的相关资料跟我们今天拿到的如果是类似的话，好，那比方说有一个很单纯的事实问题，就请问这些大法官的被提名人中间也有律师的，我们的这个很有名的社会上的大律师，好，请问他们这些被提名的人有没有正在法院中进行的诉讼？好，那相关的诉讼目前进行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好，这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但是我想恐怕委员们如果从所提供的资料里面大概也都无从得知了，也都无从得知了。那当然这个以前的方式也许很多都要靠媒体啊爆料，或者是说甚至委员要自己当一下私家侦探哦，那我觉得这都不是正办啦，说实在都不是正办。那大法官585号解释已经有提到说立法院有调查权啦，那何况人事同意权哦，是立法院宪法的固有职权啦。好，我一直这个主张哦，立法院应该有这个权利要求当事人哦提供相关的资料啦，好，才是正办，而不是光一直倚靠他们自己所提供的，或者是倚靠总统府提供的资料。好，我觉得这个不是，始终不是个正办。好，那大家如果真的要认真审查，就变成是也许要靠一些小道消息或外面的管道，好，那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啦。好，所以我想第一个对我们这个院里面好人事同意权相关的审查制度，好，我有一些因为也有一些个人的经验啦，好，所以有一些看法，好，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也许这个话说的不是那么的这个重听啦，好，但是我是认为现在我们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的审查的方式还不如检察总长，好，这个是一个这个请大家参考。第二个，可能对于这个立法委员的先进哦，我想对各在场有很也有几位哈，那个别的立法委员先进哦，我是要特别呼吁哦，现在大家行使这个人事同意权哦，也即将要面对司法改革啦，我是不是觉得说，事实上我建议说，我们立法委员先进哦，是不是避免对于这个特定的政策主张哦？一下就做出过度倾向的立场，那因为在场也有很多位法律人，也都是内行人，所以这个应该大家可以理解说，目前的司改哦，刚刚我们在场几位专家学者，大家稍微谈一谈哦，气氛是很还不错哈，但是主张事实上也都很不一样。那目前我们这个法律人的圈子里面哦，对于司改的议题啊，其实气氛的主张还蛮有点对立啦。好，律师界有一些好朋友声音是很大，好，那法官都自嘲说他们是被改革的对象啊，哈，这个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好，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那如果大家去回顾一下1999年呢的这个司改国事会议哦，事实上法律人之间的对立啊，造成很多当初的结论啊，事实上是无法落实了。好，比方说法官法说要立法，事实上99年的那个司改国事会议那个就已经上议程了。可是你真正完成立法是2010年的事情，好，那这中间跟院检大家的意见不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我是特别建议说，我们这个委员先进哦，对于特定的一个政策主张啊，不要一开始就过度的
这个支持或反对，好，就是公平一点。比方说，刚刚先有我们在场专家学者提到像陪审制好这样的一个主张，这个主张，我个人看认为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啊，就是怎么样跟我们，重点是怎么样跟我们这个在地的司法的一个文化，还有社会的人民的一个想要的方向哈，能够对接了。比方陪审制的这个主张，它我们在场很多内行人大家都知道，它是人民来认定事实哈，但是它同时是免除了大幅度免除了法官追求真相的权利跟责任。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我们社会上大家希望的方向是不是符合？好，然后呢，陪审制处理案件的这个能量啊，事实上也受到很大的一个限制。好，他就一审的那个案子很多都是不进审判的。好，这个我们在场很多位这个法律内行的，而且又是留美的这个同仁，委员先进哦，事实上应该对这个也很清楚。好，所以我是建议说，避免对于政策的立场哦，过度一下就这个支持或反对了，可能先公平的先衡量一下，然后再做一个决定，也许会是成功的一个关键跟基础啊。好，那第三点哈，这个当然今天被提名人许宗力院长好不在场，那但是我个人担任理事长的法曹协会前一阵子举办了一个座谈，那我们也邀请他来跟我们的审检辩学四方面的人大家能够对谈，那他也是非常的这个这个乐意的来跟我们交换意见。好，那我是对于他在这一次这个被提名之后啊，他提出的一些司改的主张哦，我觉得他没有回避问题哦，也没有采取一种虚答的方式啊，哈、哦，他事实上讲的还蛮实的啦，虽然说他有些地方还是小心有所保留，但是他讲的还蛮实的哈、哦，他没有去回避，我对于这一点是给予肯定。好，但是他现在上任的情况下，这个已经是有点面对哈，一方面当然面对在任连任好这样的一个争议了哈。那这个刚刚大家专家学者也提到了，那当然很多人是认为说他没有这样的问题了，好像我们陈英贤教授就是认为他也没有这样的问题。好，但 anyway 他是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情况下，他有两个这个司改的主张哦。我是觉得这个将来在审查的时候，委员先进可以特别问他一下，是不是第一步，因为他把它当作是他的指标性的主张，哈，他是不是第一步就要做这个？而且最重要的，现在最重要的当下，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有两个主张哦，我认为很容易会变成司法院跟最高法院啊，将来这个开战的导火线啊，哈，一个是这个。他认为裁判如果有违宪的问题啦，要有救济的方式，就由大法可能是由一些大法官来进行救济，那很多人认为这是第四审啦。第二个是司法院审判机关化，那这个530号解释当然是要推动司法院审判机关化，但是在如果这样一来，最高法院该怎么样去定位，马上是一个问题。那这个在以前事实上就是引起我们讲大院，大院就是司法院，他们的大院是司法院跟最高法院之间的常年的紧张关系啊。好，那这个是不是司法改革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好，那还是说先从一些比较能够增进人民信心啊，做出来比较能够得到这个社会信用的事情啊，好，让大家有感的事情先做。好，那这种结构性的事情有时候是反而是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支持跟资本再来做这种事情，也许比较容易成功啦。好，那这个是当然，他今天不在，但是在审查的时候，我想这个委员先进们可以请教他哈，做这两件事情要做的话，那最高法院到底要怎么处理？好，那以上跟大家做分享。谢谢高教授，我们接着请林教授中山发言。主席还有。各位立法委员以及议会的学者专家，我看了今天来的大部分的学者专家都是读法律的多，那我个人是以学政治的一个角度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
我们讲这个许宗力来讲的话，他个人在整个法学的素养跟发展基础来讲，那基本上非常的完整。他也当过大法官，我想在能力的部分我们不是会对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质疑，但是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司法院的院长本身呢，他所代表的是一个司法最高的守护者，也可以讲说这个国家到底他的司法的公正性以及这个司法的正当性如何，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审查了，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挑战。副院长很少人去挑战他，但是挑战的是这一个院长，那理由在哪里？大体上来讲的话，挑战不在他个人能力，而是在制度的设计，还有我们在整个提名过程当中里面的道德操守，这两环我们要去做一个思考。好，这边首先我们来讲啊，就以这个司法院大法官他们做的一个职权来讲，他主要是在解释宪法跟统一解释法律命令，还有所谓的召开所谓的宪法法庭，处理在宪法法庭处理的基本上是政治问题，解释宪法大体上也是重大的政治争议上面所做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一个司法院的院长本身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你在这方面就非常重要，尤其是有很多人在质疑的时候啊，更应该在对这个质疑啊做一个更明确的而且完全可以被接受的情况之下来处理。那首先我想就我们一般来讲做释宪，那有三种这个解释的一个模型。一个是对于制定者他的意志你去做解释，第二个来讲是对于环境变迁以后我们必须适应环境，那来对于这些法条做解释，另外一种是在文理上的做论理解释。那我就要讲了，我们这一次的争议是他到底是可以连任吗？有没有违宪？那他就讲说是在任没有违宪，那到底违宪不违宪，他原来就是一个主宪主这个主持这个解释宪法的一个机关，面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变成各说各话。好吧，那我请问一下，在整个释宪的一个逻辑当中里面最关键的第一个是不是要针对当时的制定者他的意志到底什么想法去做这个解释，而且是依循制宪者还是所谓的制法者本身当时的一个意志，因为他的意志是代表了民意的意志。好，我自己当过第三届国大代表，这一次的征修条文就我们在任内里面修的，当时讲大法官的任期8年不分届次个别计算，告诉你就是任期就是8年，不管你是几届的这个的届次，你就是8年，最多就是8年，而且是个别计算。那你后面加一个并不得人任，多重的一句话，并强调的就是说再怎么样就是8年，因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不会出现啊来为执政者服务，甚至于为执政者解套，还有使得不当行为做合法化，就是为了杜绝这样的一个弊端的发生。我想制度的设计来讲不是在针对人，我想不是针对许宗力。我刚才讲过了，以许宗力来讲的话，他个人能力我们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在肯定之意里面会出现这个状况，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谈的。基本上当时候的这个国大代表是这样的一个意志，请问一下大院要不要去问一下国大代表，还是看当时候的在修改宪法的时候
当时的条文在这个条文通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志。好，那假设这个事情来讲的话还是弄不太清楚，难道交给现在的这个大法官来做释宪解释一下，难道这样的一个程序 也可以不走吗？我想真金不怕火炼，程序走一下，让许宗立教授本身来接院长可以得到最高的肯定，反而是对他是一个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好，我这边我再讲一个，接着要谈一个观念。我们现在的法务部的部长是邱泰山，许宗立本身是跟他同学同寝室，黄瑞明也是同寝室，在台大读书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同一个寝室。我们以前我记得在 读书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说两蒋的这个威权时代，我们要求要减省分立，对抗这个减省一元制，我们也可以讲国民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压力情况之下，事实上减省是分立的。结果我们看到了实际的运作，现在的运作是这么样的，同质性的人在同一个寝室同一届的人同时掌握了减跟省，难道这个东西不用忌讳吗？另外我们来讲，从整个这个提名的人七个人当中里面呢，有五位是台大法律系出来的，两个是政大的。这样的话请问一下，整个我们基于司法的这个在整个需要解释的项目啊，它的多元性，我们强调要超乎党派，党跟派，派它包括了学派，那里还有整个功能设计，那会出现这么样的一个高度同质性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面来处理我们的司法的问题，那里请大家思考一下它的适当性。一直社会媒体里面有一个质疑，质疑我们是不是司法一条龙了？当我们的宪法的设计，司法是要独立、超乎党派、独立行使之前，那他所图的是什么？就是不希望接受了行政跟立法两个政党系统的一个控管，才要求超乎党派。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运作了，那我希望大家在思考整个司法改革的这个适任性的过程当中里面呢，能够特别强化在整个政治制度的一个参考。另外有人讲说大法官很怕这个立法院，那你从这个当时候解释国大代表、国民大会、监察院、立法院相当于西方国会这个逻辑来讲，我不晓得现在是回到几个多少年前的一个想法。今天我们的台湾的民主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对许宗立要好一点，那我们是不是提司法院做一次解释，那你让这个社会对他的接受度更高，以后再推展所谓的司法改革了，更具有高度的这个的这个肯定。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这个面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希望大家是实质的审查，对于他的功能的分配性，以及啊希望的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释宪的工作这么样的一个重要啊，我希望真正能够达到超乎党派，尤其是学派这个部分。谢谢。好，谢谢林教授啊的发言。接着我们请吴教授谨听发言。主席、在座各位大家好。那
我首先针对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啊，今天我感觉听了前面几位专家学者哈讨论今天的这个公听会哈，那明明我们是要针对大法官跟司法院政务院长的公听会，可是听来听去好像只针对一个人啊哈，那。可是我虽然这样提出一个质疑，可是我等一下还是针对这一个人哈。那这是我第一个质疑了哈。那第二个质疑就是说，因为哈，我是觉得哈，一个公听会哈，如果说十月底立法院就要同意了，那我们现在再来举办这个公听会，那在某种程度，我是觉得这个公听会就是听我们专家学者发牢骚了哦。这是我一个感想，因为如果以这么有限的资料哈，要去审查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个位置哈，我是觉得哈，我不能说立法院怠惰，总统府怠惰了，但至少不一定很尽责了哈。这是我先提出两点质疑。然后再来呢，我分形式跟实质来看，先从形式来讲好了，就是说，因为这一次这一次包括政务院长七个大法官里面哈，那我算一下了哈，至少不用我自己估一下，就是说七个里面目前学者有四个，好，学者有四个哈。那现任就是说还在任的这个剩下的这个八位哈，我在猜学者至少有两个吧，哦，甚至更多。好，那这里就面临一个问题了哈。我们司法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二项他怎么讲？他说哦，各个专不能说专长了哦，就是说各种，比方说检察官、法官或者是律师、学者出身的哈，基本上每一个最多就三分之一。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哦，现在这里有四个，哦，这七个里面已经有四个是学界的，那原来呢至少我印象没有就有可能两个更多，那就六个了，那我们才十五个，那三分之一最多有五个啊，所以呢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到底哦，不管是总统提名或立法院在审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去考虑？当然我也知道啦，哦，这个跟姓氏规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我是觉得哦，至少法律既然定出来了，那也希望啦，哦，总统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希望立法院是不是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哦，就是均部性的问题哈，哦。那但是问题来又来了哈，哦，因为啊，总统就只提七个，那在某种程度就是要立法院 yes or no 而已啊，哦，所以呢，这个也很麻烦哦，所以。就算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可能哇，那也是 yes or no 而已，顶多摊上算掉几个，然后再重新提名哈。这是第一个分布的问题。那第二个分布的问题就是说，我想，不管是总统这边的提名，或者是说立法院在审查，那要不要考虑到专长的问题？哦，那这个专长我不知道了哈。那至少大范围来分的话，那至少就是。哦，民法类的、公法类的、哦、刑事法类，看是这样有这样的考量啦，那一样啊，还是那个老问题，因为总统就提名七个，那也是 yes or no 的问题。那立法院我想哈、哦，这个说要你再重新再多提几个给我哈、哦，那市场也很有限。所以从这里哈、哦，我是希望未来啦，我想这次的公听会大概对这次的这些大法官跟政务院长哦，实质影响力哈、哦、不大啦。哦，一定会过了，但是就是说未来喽，下一次在提名的时候，可能是不是多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那个三分之一的问题，那明明那个法律就写在那边，啊，为什么大家的老师都不遵守？哦，好，这是第一个哈、哦，那第二个就是还是刑事问题，因为前面已经讲很多了，有关那个司法院长这个提名人这个徐中立教授的问题哈、哦，那我听了很多了，我也不是宪法学的专家了哈、哦，但是呢。本来不，我不想再提这个问题，不过还是稍微提一下我的意见呐、啊、哈。关于那个什么文艺解释那个讲的，前面有些宪法专家，我、哦、讲的那个非常好哈，但是我是听不懂、啊哦。那我只 care 就是说，如果按照那个这个徐中立教授哈，他自己啊哈，他在针对这个部分二十八页这里的见解，就是说他认为说这个不得连任就是两种情况，一种简单来讲就是无缝接轨哈，就是我八年到了我继续任，这个当然不行，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啊、或者是说任期未满你下来然后再回去递补自己的位置，这个也不行、哦、这看起来这个解释没有问题，所以如果像徐中立教授他已经卸任了五年了再来，那基本上没有问题，而且、哦、大概呢我们也不可能说四五年前就预测未来的总统会是谁啦、哦、我想没有人有那个超能力啦、哦、所以当然不会投其所好、欸、我想这样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但是哈，可能在这里我要点出刚好前面的专家都没有提到的哈，那个交错任期制的问题目前已经完全被打乱，本来呢是四年都有一批哦八个七个的大法官由总统来重新提名，对不对？本来是这样，那如果原来的设计四年的话，那当然
我原来那个做完这个八年的人，我不可能去预测未来四年的总统到底是谁。那当然我不会投谁所好，所以呢，隔了四年再提名，那如果可以再任，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各位要想一想啊，各位要想一想啊，下一次的大法官提名是哪个年？好，第一波，我把它叫做第一波了哈。第一波是2011年的那一年，就是2019。好，这个问题不大。来，问题在去年跟今年。2015年加八是多少？2023。好，2016加八是多少？2024。好，那我请问一下各位，2013年卸任的大法官，他2014年能不？2024年能不能再被总统提名？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哦，那你当然到时候，那所以我才讲说，可能要立法委员哦，你们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啊，想的不是这一次啊，法律要讲求安定性啊，不能讲说啊这一次啊可以啊，因为啊这个因为已经当了四五年了啊，下一次啊万一碰到这种情形，你又说不可以啊到底基准在哪里啊？凭什么你说下一次那个就不行，这一次这个就可以啊？到底是四年、八年、几年啊？到底安定性在哪里？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听了前面几位哦专家学者，又是现场学者听，可能没有违宪啊，哦，但是我认为下一次就会有违宪之余，我希望立法院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哦，好，那关于呢刑事的问题我讲完了，紧接着就是实质的问题，哦，本来，哦，应该这个光头应该集中重点在实体，我本来准备的要讲的也是实体，结果 光又是这个院长的问题，哦，我就又花了五分钟，哦，好，所以我最后要提的就是实质的问题，就第一个就是说在你，我觉得这个徐中英教授，他在自己提的几个，他的一个算是他的一个政策的方向来讲，哦，比方说他要先厘清司法不公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要推动那个所谓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哦，这个是有联动性的，啊，哦，好，那我是觉得关于他在第一点，虽然说他要找出司法不公的方向，可是我再怎么看都觉得好像他在指责你们今天会造成司法不公，是你们人民不懂，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啦，哦，但是我是还是希望啦，哦，不管是现在或未来的这个大法官，哦，可能要先抛下来，哦，不要把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人民，哦，人民会有把箭头射过来这里，一定是司法本身确实有问题，否则不会那么多箭，而且人民绝对不是那么笨，不会呢，任何的资讯他都会接收，他都会删减，我相信人民的智慧。那这里又连接到第二个，就是有关人民参与审判制的问题。那当然了，徐教授在他自己提到了，就是说到底是陪审参审最终交由司改会哦，全国司改会去做最后的决定。可是他在内容里面却不小心透露了，他好像是倾向于欧陆的参审制，哦，那当然他提出的主张是不错，不过跟他最后的结论我觉得就有点矛盾啊，你既然要开阔心胸，你为什么要先提出来，哦啊，要么你就前后一贯嘛，你就讲说我就是要欧陆的参审制啦，哦，而且哦，更重要是刚才那个张俊律师也提到过了，哦，老实讲啊，就是说哎，徐教授你太武断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论述，可能我觉得真的有问题啊，而且更重要是说好吧，光参审制啊，欧陆的参审制啊，到底讲的是什么啊，老实讲啊，你要问我，我也搞不清楚啊。因为欧陆的三审制，德国、法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后来我看过丹麦的，丹麦哦，据我所知是全世界又有陪审又有三审的。哇，你到底讲的是哪一个？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徐教授，他虽然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内在的意志，但是我是觉得还是要先抛下他的偏见，哦，然后再来最后就是有关那个，就是说那个宪法诉讼的问题，哦，就是说个别的判决可以去申请释宪，还有呢，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庭以及最后530解释的落实，我觉得他分为三点，但是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相互间是有很大的矛盾。为什么？你既然认为最高法院要有大法庭啊，你又认为说司法机关要有具体的审判权，哎，那这个我觉得是互相矛盾的啊。因为这种感觉，如果你一直坚持530号，就是把最高法院划掉啊，就变成司法院是最高的终审法院啊。那怎么会有说要又弄大法庭的问题？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矛盾的。那当然。在某种程度，我是赞扬啊，哦，徐教授他很诚实的表达他内在的意志，但是你是不是有抛下你内在的偏见？尤其是当这个司法院长这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可能哦，这个徐教授本身要好好思考，也是立法委员在这个部分，我想你可能在未来的审查可能要仔细去审查的哈，哦。那我的发言就在这边。好，谢谢吴教授的发言，接着我们请。郑律师
文龙发言。主席，还有在场的委员，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哈。那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发言哈。虽然我觉得在场大部分都是这个很有学问哈，我可能能力不及哈，但是我想总是有一些不用那么有学问的人也可以提供一些贡献哈。像今年这个大院哈，我记得我们二月的时候拜会这个院长哈，然后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让我们的国会的这个可以直播。那我非常敬佩我们院长哈，马上答应。然后本来说今年没有预算，结果四月八号就直播了。这个整个是我们国会的整个革新的一个发动。我觉得虽然不用太有学问的人建议，如果好的建议听得进去的话，也是好事哈。那再下来就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发言，请见谅哈。那这一次的这个大法官提名，这一次是七位了。当然，我们今天比较针对是院长跟副院长，但是我综合提一下，就是说，我认为这一次的提名的这个候选人哈，这个大法官的这一些我觉得有一个特色是这一次七位哈，我看到大概看着他们的简介，大概是比较重人权观念，而且他有比以前的大法官，我的印象哦，就是比较多这个公益或公共事务的参与，跟我们以前看到都是纯审判者封闭在法院的那个现象，我觉得改善很多哦。这个是我要对这次的提名，我认为是好的地方哈。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刚刚当然提到说女性太少，我觉得这是美中不足了哈。还有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都五个从台大，然后两个从政大，这个多元性真的是一个问题哈。那我甚至建议哈，不要全部是学法律的，甚至一些这个公共事务的这个政治方面领域的人也应该进来哈。我看过美国的大法官很优秀的哈，像 John Marshall 这一些不一定就是纯法律工作者。但是美国最伟大的大法官是第四任的江马雪，他是被认为最伟大的大法官，他长期是从事行政工作才进去当大法官，而且做最久。那其实三权分立整个被确认叫做司法权的独立，是江马雪在1803年判的这个案子 Madison 这个 case 判出来的。这个观念在德国其实在二战之前没有这个观念，德国甚至是在二战之后是被联军占领之后才被强迫在他的基本法加入审判独立的观念。所以刚刚有这个学者提到说德国的制度，其实我去看过美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我也看过英国的最高法院审判，我去年也去看过德国的最高法院审判。坦白讲，虽然这边很多留德的大家，我认为德国制度是一个不是非常完美，而且我认为是糟糕的制度。我去看他的最高法院两个案子的审判，非常形式啊，两个案子都是十几分钟，然后五个法官一个审判长只问两兆的声明然后就结束了，根本没有在辩论，跟我在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个激烈的辩论还有英国的最高法院的激烈辩论完全是不一样。所以我就不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提名这么多留德的哈？我觉得对台湾的法治建设，我觉得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疑问。而且我也去看过我去看过超过五六个州的美国的陪审团审判，我也去看了这个德国的参审的审判哈。坦白讲，我觉得德国的参审的审判也相当糟糕哈。而且前几天司法院有办一个研讨会，他们的法官都自己承认说哈，参审是法官他想要控制就可以控制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司法被认为不信任，其实最重要的几个因素，好，我觉得这个我等一下会讲到这个许宗力大法官这一块，我想这一次的七个大法官的提名，尤其是院长正副院长，我其实是持肯定的态度了，这个我先说明这样子。那这个许宗力院长我想人品俱佳，这个学识丰富，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以下我提的一些对他司法改革的看法，我希望说这个他可以听到，也希望提供给
大委员哈，你们在做这个啊、这个关于这个案这个同意案的这个审查的时候，可以跟他再做一些沟通。我认为他对这个司法改革的这个理念哈，我看他里面的说明是我有一点点担心哈。我认为他里面有提到说哈，第一个，我认为他对陪审团制度完全不了解，然后他就说哈，陪审团在台湾不适合。我其实是有研究的，台湾法律界很少有做陪审团研究，像黄国昌的这个委员，他是我想他是其中一个非常有研究。那我是因为大学问的学者不研究，我自己去研究写了一本陪审团，我去研究这个事，而且我到美国去上课，然后做研究，我大概知道，而且每一周我看了非常多的州，我也问了很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跟他们人民哈。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几乎是他们的信仰了，几乎是他们的信仰。他们听到说台湾的审判制度没有陪审团，每个人都觉得很讶异，好像就吓一跳，你们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我的研究是，全世界其实主流的审判就是陪审团，它有最少52国家用陪审团，如果说要混合制，已经是70-80个国家了，这个。所以我认为，这个许宗立教授哈，他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哈，我认为他第一个说先排除这个陪审团，我认为这是严重的不了解什么叫人民参与审判制度。那这个我可以理解，是因为他留德，他不了解美国制度。那我很担心的就是说，你不了解没有关系，你要听，但是不了解就下结论，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他提到一个是说司法改革的部分，他说司法公信力不彰，他讲什么呢？就是说他说这个有民众误解法律，然后有什么律师的诉讼的问题，还有他要强化法官的公关，还有法官的评鉴，还有加强这个学校的基础法治教育。他讲到一个法官的选任，我觉得他只有讲到一个是正确的，我觉得法官选任是台湾一个造成司法不信赖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年轻法官而且是考试来，像美国是有好这个表现好的资深的有经验的律师才能当法官，但是美国也不信任这样的法官，所以他用陪审团，我觉得这个是他不理解的地方。然后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说司法的公正跟独立啊，我觉得他太强调了独立性哈。其实他如果用参审会，一个问题就法官控制，那个人民进来独立性也不够。为什么？像美国在挑选陪审也是很严格哦，他会问你候选陪审你有没有学过法律，你的家人有没有学过法律，你的亲密朋友有没有学过法律。他连你有学过法律的人都要了解，包括你的周遭，他不希望法律人去干涉到其他陪审员。那德国他不了解这种制度，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欧陆啊，很多其实都是要学美国，学的不像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真的要司法改革要成功，要增进人民的这个公信力，一个是陪审团，我觉得要重方法。我觉得留德的系统他们都很有学问，我同意，但是他们不了解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公信力要第一个就是陪审团嘛，因为法官，我去看那个参审法官的审理，法官非常忙啊，又要传证人，又要审案，然后要去做决定。但是我去看像香港还有美国的法官，他很从容，其实美国的陪审团审判就等于立法院，院长就等于法官，我只控制程序，然后所有的意见形成就是这些委员集体去决议，然后是多元的人民的意见，好，这个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要有民选的法官，还有法学院要改革。台湾的法学教育是我认为是非常有问题，最起码没有训练律师在法庭上怎么辩论。好，因为时间快要到，我 重点有一个要讲。我觉得大法官要改革，第一个就是说要开庭。那我跟大家报告，你知道台湾的大法官会开一个案子费用多少吗？将近1亿1000万，7000多万，开一个公开辩论庭哦。我们一年只有像许宗立说他8年审了124个案子，但是美国像去年我了解是96个案子全部要开庭，大法官大概只有8年只审了2个案子，所以我算他的薪水一个月20万来看的话，
我们开一个案子的成本是1亿7000万左右，美国公开辩论一个案子是26万左右，然后美国的大法官只有9个，一年要开八，像林教授讲八，我看是90几个案子，我们的大法官一年15个只开大概16个案子左右，而且是重要的是我们是秘密审判，我们的最高法院跟大法官到现在为止都在做秘密审判，没有公开审判。我可以到美国的最高法院去参观，我是观光客，我不用开护照，我才可以英国，但是我不能到台湾的最高法院去看。我当了23年的律师，哦，一些时间到了，我就这样做补充，谢谢。好，谢谢郑律师的发言，我们接着请高律师永成发言。谢谢主席，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今天是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被提名人的同意权，那由我们来表示意见。当然第一个还是说，还是这个许宗立教授的被提名人关于这个在任与连任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前面的学者专家已经提供了很多意见。我先讲我的结论啦，我当然也认为说这个大概没有违反我们宪法的所谓的连任的问题，就是他的确就是在任，不管文艺解释或者说刚刚有很多这个先进提的说这个比较法，或者说从他这个整个当初在修宪的这个过程来看，我的结论当然是认为说在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他毕竟他是一个争议啦，那我在从这个许宗立教授被提名以后，在不管是网络上面，或者是法学界，或者是说一般民间这样子一个讨论，至少我听到多数的意见，大概我为什么我表达说我认为在任没有问题，大概我听到的意见也是认为多数说，当然有少数说了，有少数说的确有认为说，这个有争议的，那我只能讲说多数说的确是认为没有问题的。那刚刚前面也有先进讲说，那要不要干脆让司法院的这个现任的大法官再来做解释，这当然是一个方法，但是我也必须强调说，他就是我从事法律工作这么久了，我最在意的其实是程序正义，就是如果可以符合我们所有法律规定的程序，当然可以啊，没有什么问题。那至于其他所什么道德劝说什么，我认为那个就是说是不是道德劝说多数党要同意这个少数党不到视线门槛的这方式，我觉得这个都是以法律人的角度来讲，这都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法律规定就是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程序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那 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反对说即使或许大家心里面私底下想的是说现任的这个大法官可能还是属于这个是不是前朝啊，或者是把我向来不会在意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的法律，我相信每一个当初经过大院审查，即使是这个前政府，我相信每一个大法官的人格品德操守以及他的一个功利的这个公正性中立性，所以我相信他们也会作为一个宪法守护者好好的去审查，如果万一这个可以过门槛，但是重点在于说那到底有没有过门槛。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认为可以送视线，但是完全要遵照我们法律规定，遵照我们的程序正义。好，那这边再讲回来，就讲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争议，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政治计算，就是尤其刚刚有先进提到说那接下来的这个2023、2024的问题怎么样？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大法官他是，尤其我们是一个抽象审查的一个视线制度，他当然有他的政治性，他当然有他的政治性在。那所有的大法官也有他的意识形态，但是我相信大院的审查要着重的不是他政治的意识形态，不是他偏蓝偏绿。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意识形态，大院能不能够审查的出来，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他是自由派还是一个保守派，他是站在弱势的这边还是会维护这个权力的一方。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我个人认为说真正的重点在这边，所以我很同意前面有一些先进讲说，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大法官的审查这个程序其实不够完善，这个我完全支持这样的观点，因为我们要审查他的意识形态是他到底是不是站在弱势那边，他是不是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我不是讲说保守派就不好了，至少能够让我们理解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我想这个是
大院审查的一个重点。当然这个很难，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够尽量往 这方面去做。不过我这边我在提到说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所有的大法官通通都是都有政治性，那但是我不觉得这个政治性需要 太过强调、它可能偏蓝偏绿这样子。原因是在于说我还是相信说只要经过大院审查应该都是这个学识丰富，那品德操守绝对没有问题，能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他应该是能够对于这个工作能够宣誓尽职。我完全相信这些大法官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这个公正性。但是我必须要提出来就是说至少这几十年来甚至于就是这一届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上一届就是某一位大法官，那他在这个某一号解释以后他有一些明显不当的在媒体的一个发言，那甚至于后来在网络已经这个有公布他的意见书以后又去改他的意见书。那这个呢从民间的角度来讲或者是当然会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有影响到大法官的这个公信力，那当然就会对这个提出质疑。好，那这个民间司改会的第一个做法当然是提出评鉴，就法官评鉴委员会说抱歉，这个大法官虽然我们法官法认为说大法官也是法官，可是他不适用评鉴程序。那下一个动作那当然就是那送依照这个大法官不适用评鉴以后他的一个程序就是自律，那大法官就司法院大法官自己召开了一个自律程序，认为说这部分没有违反自律规范。下一个就是监察院了，那目前为止监察院应该还在调查，但是看起来也很难出手了，也很难出手。所以我的问题是在于说就是说今天不在于我完全相信大院的审查能力，当然我认为审查程序应该要再改进，审查完了以后这些大法官通通都适格，我认为他们都 qualify。 可是重点是在于说当他的表现有不 qualify 的时候怎么办，目前为止我必须讲说没有解决方法。所以当今天如果大家与其要争执说他在可不可以再任，他现在的这个政治的意识形态是什么，那还不如我们可以增加他的退场机制的一个考虑。意思就是说今天他在这个接下来的八年当中有任何显现出他可能偏颇他可能为权力这个服务的一个状况，我如何能够有一个机制能够让他退场，先不要讲说他有可能再任，我觉得这个机制是重要的，我希望大院能够考虑这一点。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回来就是说我觉得因为今天是院长跟副院长他们有跟下礼拜的被提名人的同意的公听有一点不一样，是因为他们还有司法行政的一个状况。当然我还是先讲说从他们这两位因为毕竟还是大法官，他们还是有大法官本身自己释宪的那个功能在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说大院能够去审查他们在作为一个大法官对于释宪本身这个工作上面他们自己的观点是什么，这个包含我刚刚所讲的说是不是能够保障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那当然目前为止我看到他们的阐述他们这个自传里面阐述大致上我大概都可以同意了。那我也必须讲说尤其像许宗力教授他有提到说宪法诉愿，那刚刚有先进是这样认为说那他是不是变第四审，可是我必须讲说我在律师工作职业这么久的一个状况当中，我认为宪法诉愿的确是必要的，的确是必要的。那这个完全赞成许宗力教授这样子一个观点，那当然大院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对他一个询问跟他的一个审查。那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我更重要的是一样，就是我觉得程序正义是重要的，包含刚刚这个前面几位先进所讲，就是今天作为一个大法官我们很难期待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包山包海什么都懂，可是当他能够作为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他对于争点的双方他能够去有一个理性能够去判断哪一个是符合他的概念或者哪一个是比较趋近于真理的，他能够做选择，我觉得重点是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也希望大院能够在未来的审查当中能够把这两位院长副院长担任大法官职能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能力能够让他们能够表现出来。
好，那接下来一个重点就是，当然就是他的司法行政的，与其他另外五位大法官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哈。那我很快哈，我这边要讲说，从几届来，从1999的全国司改会议以后，我想有一句口号哈。那当然翁月生翁院长他主要讲司法为民，那接下来这个两位赖院长甚至到现在都司法民主化，所以人民参与审判进来，一直是一个说啊，如何让人民能够对于司法能够有参与啦，或者是说司法如何是落实跟民众能够接触的，我觉得当然是一大重点。那这个真正回应到个案来讲的时候，其实是我说的个案是每一个个案，不是说个就品质跟效率的问题。司法行政无非要得到人民信赖，要能够让人民能够认为说，这个司法是有能力有公信力的，就是品质跟效率。我想大院在审查的时候应该要能够让我的意思说观点的部分，我想我都同意他们的观点，可是执行如何执行，我现在我观察到是说，现在我们的司法院的官僚行政官僚，抱歉很快，行政官僚通通都是法官，那法官说实在话，他们在那个领域里面他们是专家没有错，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一般又因为我们期待 他司法独立，所以他们跟民众接触的，他们真的是在象牙塔里面，我必须这么说。那你在作为一个司法行政，尤其要执行力，要能够显现出品质跟效率的时候，传统的这些法官出身的司法官僚够不够，司法行政能力如何表现出来，我想我会对于这个司法院的正副院长被提名人最大的一个质疑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应该要展现如何能够有执行力，能够贯彻所有司法行政的一个效率在里面。我想大家意见就是如此，谢谢。好，谢谢高律师的发言。那么今天的公听会邀请14位专家学者，现在都已经发言完毕。那么我们依公听会的时程表，我们继续进行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首先请吴委员自扬发言，发言时间为10分钟。好，主席各位专家学者，我们各位立法院同仁，大家早安啊！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听到这么多学者精辟的一个这个解释啊，还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啊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啊，今天当然我们前面听到很多都是关于许宗力教授啊是否再任连任的违宪与否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同意权是由立法院来行使啊，我觉得我们不要被千万不要被局限在这里就要把它审出它是违宪还是没有违宪啊，我觉得这太窄化啊。我们除了要考虑违宪不违宪以外，这个同意权是由立法院来行使，那就表示我们要考虑违宪以外的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政治的问题啊。这个政治的问题并不是说蓝绿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代表民众的国会议员能够来行使这个同意权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比较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司法的信任的问题，这个是不分蓝绿的啊。许宗力大法官这个教授，第一关如果有违宪，那当然不能提啊。那如果没有违宪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到他的政治效益的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一开始的话，我们就觉得说，许教授自己都认为现在司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被信赖。我说既然你认为 不被信赖的话，那你为什么在一个被存疑的状况下你还要来增加这个不信任感呢？而且你还是那个要并为院长的那位大法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在增加民众对整个大法官，因为你还是院长，整个司法院的信任感跟整个司法体系的信任感，你不是让本来已经不太受信任的司法更让人家质疑吗？有这个必要吗？那我做学生的时候，许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其实我看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对他的个人的操守或者是一些学术
司法能力有任何的意见，但是现在就是同意的这个问题。刚刚很多的先进都在讲，举了很多的例子，讲了从德国的法律讲是在任跟连任是有区别的，而且似乎大部分的人讲起来是认为说，我们的连任既然讲连任就不含在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直接的讲法。我如果以大法官的层次的话，只能解释到这个层次的话，我觉得一般的律师、一般的法官，在基层审判的法官，他依法审判的话，他其实也是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但是你到立法院的时候，对不起，立法院必须要有一些政治的判断啊。刚刚我在各位提供的书面里面有特别想到，这边有一个杨雨林大法官他之前表示的一段文字啊。他说，为了要使大法官没有连任或再任的机会，来建立这个绝对超然的形象，他认为说应该要去建立一个司法力。没错，我们可能因为还没有做这个修宪，所以目前的账面上的解释、字面上的解释的确是不含再任，也许是这样。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德国他想要建立的是什么？就是绝对的一个超然性。那表示说连任再任虽然是不同的概念，但是连任再任都会影响到这样子的超然性。所以有没有必要在大家对司法没有很信任的状况下再去提名我们需要绝对超然的大法官还被质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政治智慧的部分。我个人认为蔡英文总统他也是念法律的，他的法的相关的经验人脉应该也都很多，是不是有必要一定要提一个有争议的再任的一个大法官？我个人认为，像跟他同期的几位公法的教授基本上也都已经有先后有担任大法官的机会啊。其实之前我就觉得像内阁里面像叶俊荣老师，我觉得他如果做大法官会比做内政部长适合一点啊，不必受到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轮番炮轰啊，可以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是举例，我觉得人才还很多，在人才还很多的时候，你又要去争议，即使最后释宪或者没有释宪，他是认为没有违宪这样上任，为什么要带着一个让人家质疑的一个身份去就任这个院长呢？我个人对于许宗力教授，我觉得为他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舍啊，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建议总统这个部分是不是你可以再找人嘛要不然就是是不是等不管用什么途径释宪完以后确认他没有这个疑虑，大家也都能接受。我所谓大家接受是不是只有是大法官自己解释没有违宪，而是一般民众被说服他是值得司法独立绝对受敬重的，这个时候你再来提名他，再来接受同意权的行使，我觉得都不会太晚啊。但如果说这样子的状况下，你还是一定要提名他的话，就会陷许宗力教授于不义啊，就是让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被赋予特殊的任务，你才来一定要提名，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提名你啊？这个时候，当然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要带着被人家这样子怀疑的角度来让许教授背负这样子的一个原罪呢我们看一下世界，刚刚已经有人讲德国讲意大利，好，那我们如果经过释宪或者不释宪认为没有违宪，然后就让许教授去再任的话，是不是已经跟国际上的一个趋势或者是国际上对大法官的一种要求已经有点背道而驰，宪政惯例这个宪政惯例是不是已经有点违背了
我们担心的是台湾的司法会被其他的国家看不起，这个是蛮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说，在许宗力大法官这个教授他的在任连任在违宪上是有疑虑的状况下，而且他的立场好，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为什么蔡英文总统一定要排除万难一定要提名他，他的立场是会质疑违宪与否受疑虑，立场受质疑的状况下何必一定要来担任这个大法官。好，这个我是给我是不是纯粹从法律，因为这个是政治，我想政治的判断就是要给我们蔡英文总统一个建议，以及被提名人许宗力这个教授一个最好的一个建议。好，那我想刚刚也有先进讲到这个会不会跟其他的政治性的这种连任会有问题，我觉得可能层次上是不一样其他的政治的我们知道它是属于人民选任的它是比较政治性的，我觉得在大法官这一块呢，我们宁愿采取比较严格的解释我们是希望他是一个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蓝绿都爱的人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希望说至少他的立场他的信任度是可以被接受，所以在任期上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来解释所以我想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最后我想讲这个，其实不能连任或不能再任的重点其实就是白话文来讲就不希望这个被提名人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或者是不当的联想，我们换个角度讲，如果我们不去禁止再任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就是说我在被提名这八年的任内我的表现立场非常偏颇受到了某一部分阵营不管蓝或绿的青睐，结果他被当成是自己人所以当然你可以讲这个时间很久，但是谁能晓得说他会不会在未来任何的政党的上任的时候的状况下因为他这种特殊的立场被视为自己人又被确评中选我觉得我不希望有这样子的机会发生，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在任连任争议还没有这个厘清之前，是不是希望这个许宗力教授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困境，也希望蔡总统为了提升人民司法对司法的信任另外提名适当人选，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接着请庄委员瑞雄发言，发言时间为10分钟。谢谢，谢谢我们苏院长，还有今天出席的我最敬佩的这些学者专家们我刚一直在思考就是说听完各位专家的意见以后我反而更笃定的认为说，我们自己台湾其实要非常有信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各位去回顾一下，民国从17年开始第一届的司法院院长王宠惠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我刚上网去把他 Google 一下，然后呢，到民国37年的时候，他突然又跑回来了，又跑回来当司法院院长。那再来看这个谢冠生，法国巴黎法学大学博士，田炯辉这个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个法学的一个博士。也就是说其实从过去的年代来看当司法院长的人他不是没念书有念书反而是他在任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坚持他自己所确信的那样的一个制度。台湾我看这么多年来最受诟病的我们立法院的形象虽然过去也不太好，但是信任度最低的其实就司法这一块。你很难去想象说谁在执政的时候我这个司法是最独立的这个司法是最受到信赖的。
好像进入民主时代以后啊，这个民众对司法的一个信赖 啊还是非常低。那是不是突然我们出现了一位司法院院长以后，说哦，你这个连任跟在任这个问题把它解决以后，没有这个争议的，那突然之间民众对这个司法就信赖了。这个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从我看2010年这个白玫瑰的运动，还有洪中秋的案件，甚至于美和事啊，其实这些事件跟案件出现以后啊，是重重的打击我们司法的一些威信啊。可是我刚为什么讲说我对我们台湾的司法还是非常有信心？我刚突然在上网，我就刚好一看到拿破仑在19世纪初啊，拿破仑颁布那个法典以后，嘿，民众享有自己的所有权，那就把所有的君主制度全部都给推翻掉了，摧枯拉朽。可是我看对面我们这么多学者专家，很多人是来自于到德国去啊，拿到博士学位，不敢说我以前的老师翁月生啊，到这个许宗力，我以前在学校他功法也是他教的，可是各位对他的所学似乎，大家我听起来是大家是肯认的，那只是说他这个在任跟连任会不会产生让人感觉就是说有违宪的一个争议啊？那我一路这样把它听下来以后，似乎大多数的一个见解里面，违宪的这样的一个立论好像越来越微弱。可是越微弱，那也不见得就是没有争议。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哪怕在德国大家现在好像觉得我去德国回来，我在足前的，法学先进，我想想的靠样，他在神圣罗马帝国，他在德意志帝国，他在希特勒，想办法都在德国。但是到最后法学的演进，权威从那个地方开始这样扬镳以后那到德国回来了，大家都认为说是一个法学重镇，这历史上有它的一个谬误跟讽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个人倒认为说，今天大家在讲谈到院长跟副院长他的这个适格性的资格，他到底有没有违宪的问题，有人会认为说司法院再来解释，大法官再来解释一次。我倒认为说，如果让大法官去审查一次的话，那是我们立法院本身的一个懈怠。我认为是立法院的一个懈怠。这民众要告我们的，我们来告我司法院大法官，在开什么玩笑嘛？我都不认为蔡英文总统4年哪怕8年以后说这个司法改革，先来下定论，许宗力上来以后就会如何如何。我不认为一个司法院院长他可以决定说以后谁当了司法院长以后，那整个司法独立完全受到民众的一个信赖，不会。我倒期待司法院长产生以后，各位学者专家以后在媒体上还是炮声隆隆，看到了我们司法的缺失，该怎么样来做一个继续来做一个制度上的一个调整所以今天呢，我会觉得说，不管从我刚听了从文献上或者文艺上这样去解释连任跟再任，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漏洞？如果是一个漏洞，我们当然确实我们要去做一个填补。如果它不是一个漏洞，而且是大家只是说我会担心，是不是这个人上来以后，执政者的意志手会伸进去，会造成司法系统或司法的独立更受到民众的一个质疑？我倒认为这有一点多虑。过去长期台湾司法之所以被批判，司法不独立或者审判不公，其实很少是来自于院长了。我们反而是期待说这个在学术上有一定的建树，然后也受到尊崇的未来的一个院长的一个当选人呢，能够在制度，能够在我们现场这么多学者专家对现有的制度大家期待让它更好的这一些来做一个更完善的指出
他的一个方向，不管是参审，不管是陪审，哦，但至少司法独立这一块，哦，未来的当选人他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来告诉民众。我之所以对台湾的司法，我们还是寄予厚望，希望他有信心，就是说，你无信心嘛，袂使呢。你讲哦，啊，着啥物人来做司法院长了？我惨啊，我拢全部拢无信心啊。啊，毋着互伊做，啥物人做了了？啊，被当端台湾假设反对的人，他说啊，那你这个是违宪的，可是偏偏本院立法院这边到最后来行使同意权，哎，是许宗力过关的，那你马上就跟他讲说啊，我对医药台湾去被你司法都拢总无起台。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不对，但是呢，我更期待说司法院院长他本身呢，他也必须要展现呢他对司法改革的一个热忱，如何来达到啊这个人民啊对他更进一步的一个信赖，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一个重点了哈。那很多民众的一个期待，你说在今天的一个政治环境当中。现在的总统蔡英文，他其实在竞选的时候也对民众也有他的一个期待，他也提出了一些司法改革的一个主张，也做出了具体的一个承诺。那这些承诺到底会不会兑现呢？我相信也跟这一次的司法官人选跟院长、副院长的一个人选也息息相关呢。但是要达到说有一个比较一致或者大家都满意，这个也可能也会过度的。一个期待，也就是说改革之路其实它还是非常漫长的。那我今天非常钦佩听到我们这么多的学者专家的这样的一个的看法了。那所以回到最原始，今天大家的大家在争论的就是说，这贵被当的人当过的是不是就是说一定不得已再任，这个我倒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看法。但是这样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其实今天这样提出来是好的，会让假设真的是通过以后，通过立法院的审查的司法院长的一个当选人，他必须要战战兢兢，让他更有所警惕，就是说你这跟他的心主给的时候，大家就对你有意见的。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今天这样子是这一场公听会里面我们提到了，我们听到了很多宝贵的一个见解。但至于说是不是同质性就会比较高，我觉得神拜那林中山那讲啊，这个我来较不认同啊，因为我讲一间好，讲一间亲切。我隔壁这个我到二十几年前，我那律师在训练的时候，我那规工改开做会啊，我两个看嘛拢无共款啊，那怎么会睡在同一个寝室？然后或者说这个同质性就会更高？我看这个有可能有过多的一个想象啊，反而以前这同样一个，我不晓得你以前是哪一个宿舍的啦，住在宿舍里面，反而大家一直常常在辩论啊，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啦哦。所以，但是这些都是宝贵的，也就代表说，这人选是有疑虑的，还没有人选正式拍板之前呢，再多的不同见解，我都觉得非常珍贵了哦。今天谢谢大家听到很多宝贵的一个见解，感谢。好，谢谢庄委员啊。那么我们上午发言的时程进行到此为止，那么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审查小组委员之发言。那拜托各位专家学者还有本院的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引导各位到我们的801会议室用餐那下午2:30也拜托我们的学者专家不要下午都没有人，只有我们委员在那边询问，结果没有人回答。因为我们还有后半段30分钟是要让这个各位来回应委员的一些问题所以拜托下午还要再来郭昌，来。不过院长，我先提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了。好，来您说。温理欢迎对这些学者实在是不好。你给人2000块，人来这坐一天，我是说院长在职权范围之内因为我以前也坐过对面嘛，知道他们的辛苦啦，因为要人家出席2000块坐一整天呢。好啦，好，我了解啊，黄委员的建议我们会来做一些修正好。
好，那我们就休息啊，现在休息。慧峰老师第二个站了呀。我规天有课，我再去吊课啦。啊，我但是我写无法度啦，写无法度。我若搁吊课，我假期就爱上到迄啰。